大家好，这节课和大家介绍做网站之前需要做的准备。第一个需要准备的是 RT-SIM18 的主题包，这个主题可以到 SimForest 这个网站上去购买，购买之后再下载。已经购买教程的同学可以给我私信要源码，我会把这个主题包发给你，但是是不带许可证的。带许可证的只能在这个 SimForest 上面购买，$59。单独购买一个主题需要$2的手续费。我们也可以给自己的这个账号充值，比如充值$60，花$59买主题，还剩余$1。不管是单独购买还是先充值，都可以用贝宝来结算。贝宝可以绑定我们国内的银行卡，比如我用的招行信用卡可以跟贝宝绑定，每次用贝宝消费它会自动去扣除招行卡里面的余额。购买成功之后，在自己的名字下拉菜单下面有一个 download， 然后找到已购买的主题，在 download 的下拉菜单里面选择全部文件的下载。下载之后是这个 28.2 兆的这个压缩包，然后在本地解压缩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 documentation 就是这个主题的使用说明书。这个 XML 文件是导入 demo 用的。最后这个 ZIP 就是主题包。解压缩这个目录将来要传到空间上。主题准备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准备 WordPress。WordPress 建议大家到官网下载，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，都要去他们的各自官网去下载。我们这里用的是英文的，一般新版本发布后先发布英文，过几天才会发布中文。这个看个人喜好和习惯，功能和使用方法是一样的。WordPress 只有8兆多，解压缩，将来里面这些文件也是要上传的。除了 WordPress 和主题这两个包以外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域名和空间，并且做好绑定。具体操作咨询域名和空间的服务商。